心声，坚强的生命，值得我甘心搬山过岭。不免惊，我会填补你的苦痛，收束的工作，那亲像唱着欢喜的歌。山路真歹行，有时热，也有时寒。我用感恩做针，疼惜做山药啊，藏着牵挂。天地真大，心海真。回花莲请教师父，师父很慈悲，也很有智慧。他说，只要不过分鼓励就好。其实整形美容也可以发挥到帮助人的效用。这句话让我和天浩的心安定下来了。所以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其实是想要把我和天浩决定取消电视墙、报纸、杂志上的所有广告，减少了宣传，当然会对诊所造成影响。但幸好借着老病人的口耳相传，诊所业绩并没有太大的落差。黄小姐，我的建议是我们把眼睛做得有神一点，其他就暂时先不要做。真的吗？其实最好的美容就是笑容，最好的保养品就是有一颗愉快的心。你若多微笑，自然而然就会修饰你嘴唇的线条。你若有一颗快乐的心，自然就会容光焕发。叶医师，你确定吗？我真的只要动眼睛。先动眼睛就好，然后照我的话去做。你若不满意再回来找我。叶医师，谢谢你，你真的是一个好医生，你的鼓励我会放在心上。这样笑还可以吗？很好。下这么大的雨，会不会有什么灾难？好，好，陈小姐，那我们就把这个礼拜的预约先取消掉喽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天浩，来，毛巾。我也，外面雨越来越大，你赶快东西收一收，我们去接小孩。好。莫拉克台风中心已经出海，但暴风圈仍笼罩台湾。沿海地区有9到10级的强阵风出现，而随着莫拉克台风持续北移，下雨的范围也逐渐向北扩展。苗栗以南地区都要很小心，特别是台中。好多县市都发布土石流警告。这个地方下雨的几率不但很高。阿弥陀佛，希望这次台风不要造成灾害。照这路线看来，台风走得又慢。
看大风大雨是避不了。大豪雨这样子等级。降雨地区逐渐向北扩展，但南部降雨依旧持续。气象局再度上修预估总雨量，屏东山区上修到2500毫米，嘉义和高雄山区都上修到1800毫米。师姐说，屏东分会前面的路淹水过不去，而且回报说屏东几乎所有地方都要淹水。灾情怎么会这么严重？这是才中度台风。田浩，灾情这么大，我们要随时准备动员了。嗯，而且我们要提早准备，随时都有可能出动。可是如果明天台风没有走怎么办？我不可能放孩子自己在家。大雨影响民生用水，让乡亲很无奈。而继续往上走，雨势更大，处处可见山洪从山壁不断向下冲刷。这里是甲仙通往五里埔的山区便道，这一两天的豪大雨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山区便道的部分路面已经完全的被冲刷掉，看起来十分的危险。连黄色水泥护栏也与路面一起掉下去，大自然的威力真的惊人。而终于来到五里埔，这里的居民不想到会不会有事啊？这一次的水灾让很多人的心里都感到害怕，甚至会怀疑灾情这么严重，灾区这么大，我们慈济的力量是不是真的足够？没错，救灾难，抚慰灾民也很困难。大家看看你们的左右身边的师兄师姐，我们不是在单打独斗，身边的人都是我们的法亲，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。师父说，有爱，我们就不会孤单。因为我们有爱，我们也不能让灾区的灾民感到孤单。救的都是国外的灾难，没想到家乡这个最温暖安全的地方竟然也会遭受到这么大的浩劫。灾难离我们的身边这么近，大自然带给人类无常的震撼教育真的好可怕。会不会痛？先坐着吧，先坐下，先坐下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Oh.
转接语音信箱，多声后。来，喝杯水。奇怪，电话一直打不通。不会有事的啦，爸一定是跟仁义会出动了，一直在联络事情吧。我也是这样想啊，但我就是不放心。电视说灾情很严重，这雨又一直下，很多救难和医护人员也都被困在那里。爸，叔叔哦，瓦尔斯姑啦。啊，拄正吼，我甲恁爸爸的电话摕去充电，啊，看到内底几落通电话拢去开，恁免烦恼啦。你看到台北的报道，对啊，咱家水灾足严重诶。啊，恁爸爸吼，即马真好，伊在无用啦。阿师姑，感谢呢。阿妈拜托你吼，帮我加照顾阮爸一下啦。阿姨老大人吼，即马已经七十几岁啊。你唔免烦恼，有我伫个。啊，起码吼，仁义会所有的人吼，拢伫无闲。阮起码要出发，要去救灾啊啦。谢谢，谢谢啦。别啦，别啦。洪医师，爸，加油哦！我相信，不管是偌大的灾难，还是考验，你拢一定会当应付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所有物件哦，拢传好势啊，咱已经出发啦。好，咱来去。下地下。慈济人在内门乡顺贤宫成立简易医疗服务站，仁医会提供最及时的医疗保健。莫拉克风灾救灾工作还包括环境卫生清理工作，也紧锣密鼓的进行。桃园县调派123辆环保清洁车和消防水车，124名超速人员。这摆救很济人啊，阿中哦，隔天哦一定是救不赢。因兄弟啊吼，已经无用十几天啊啦。除了政府机关组织投入救灾，行政院也。这是我们慈济的家庭医药包，还有那里面有生理食盐水，还有药膏，哈、哦，那个纱布，还有棉球。那不是那个王先生？王先生，哎、欸，叶医师，要看到美夫妻了。哎、欸，啊，家里整理干净了没？哎、欸，说到这个啊，就要感恩你们慈济了。要不是你们师兄师姐帮忙啊，我可能两个月都签不完了。那你现在要去哪里？哦，我要去问补助啊，因为家里面的一些家电啊跟家具都泡坏了。那村长跟我们说呢，政府有补助啊。嗯，哎，那你们来这边十几天了，都不用看病人赚钱吗？有赚啦。啊，那赚什么呢？赚你一句感恩。哎呀，那我就要让你们多赚一点喽。感恩，感恩，感恩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啊，可是哦，你应该要穿鞋子哎，
既然这个水才刚退，环境间有很多细菌，小心不要受伤，会感染。哦，好啦，我知道啦，因为我平常我就没有在穿拖鞋的习惯。那我知道了，我会把它穿上的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先走了哦。拜拜，小英姐啊。好，拜拜，来。走吧。真的吗？那真的还蛮好吃的。青山何等的无辜啊！我们总以为山很壮、很厚实，可以当作人类的依靠。可是我们在他的身上无止境的滥垦滥伐，结果呢，就造成青山脆弱的让人无法想象。小林国小在这次的风灾当中也被毁了。想不到短短的一个月就景物全非，曾经的好山好水，我想再也没有办法恢复到以往绿意盎然的样子。真的很可惜。我想说的是，大自然啊，都有它自我休养生息的力量，只要我们的人类不再干预，不再滥垦滥伐，我相信不久之后，草木就会从石堆当中再长出来，继续涵养生机。这就是我和刘医师在上去小林村所做的报告。至于通往民族、民权、民生三个村庄的道路，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通，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进去，所以富祥还是没有消息。无论怎么高明的整形美容技术，也无法弥补大自然遭受的破坏，恢复原本青山绿水的美貌。眼前的黑山恶水，自有其狰狞侵略的美感。何须再多此一举动刀重建？就让大自然自我生息、疗愈吧。黄医师，阿弟在想啥？无啦，阿弟看到叶医师吼，想到琐碎了。你在想琐碎哦？嘛不是这个意思啦，而是讲我安尼一路带叶医师，看到伊的表现吼，我真正感觉足欢喜的。那是因为吼，你是安尼一点一滴，安尼家己两个人栽袂起来啊。这嘛，一个囡仔吼，会晓受教啊。拜谢啊。爸。阿哥弟也无用哦。
喂，说谁啊？爸，说来，伊也是足无用的。我感觉这条做在了后，受这代志，拢变化了受紧啦。我想要回去故乡看卖啊，看我自细汉店的所在，看你阿公妈。嗯，爸再见。爸，咁好啉，好啉好啉，真香。天哈，当你几岁啦？有白头鬃啊呢？爸，我囡仔拢足大汉啊，哪会袂老？天我面头前讲老，唉，头鬃跟黏黏的啦。啊，若无恁弟兄看起哦，比你骨较少年。阿对啊，敢是讲做主题就袂用个念头呀？哦，爸，主题是无规定啦，那是正好家己爱念的啊，伊讲你较自然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啊，不过说吓着我啦，连上恁哦，讲俩准天后是阿兄的。是安尼啊。对啊，天后。啊，那个刷落来，恁的引进要安排去倒？加水果啊。哦，来来来，来来，妈，吃了，来，吃这个。妈，吃。哎，大水才贵安尼啊！啊，你一定哦，做啊足辛苦的。袂啦，今麦纳马下乡的受灾户哦，拢住伫山林的大爱村啊，还有固定的所在哦做义诊，咱大家轮流排班，安尼较袂辛苦啦。哎，即嘛真正是无同款啊呢！我听阿娘讲吼，啊，较早叫你做主席，吼爱花才会行。即嘛恁阿公某吼做了比阿娘更加百变。我阿哥无算百变啦，我个早一个红衣叔，伊才是真正百变的人。我对伊做主席是我的成缘甲福气。我看安尼啦，哎，今仔日啊，恁大家啊，就留落来食暗顿，吼，对啦。咱去买一寡菜。买哪厝的了？有哪落个买？哎，后生的新妇啊，喊你等下食饭，算家菜啊。好好好好好。爸，我带你回来。没啦，你老爹们随到场啊。行，你对我来。好。你唔通买伤济呢。阿爹，我你只收收的。好。红叶，来来来，后背，吃菜哦。哎，天哪、啊！你敢袂记得啊？你细汉的时阵啊，在你指点溃疡啊。我带你去看医生的时阵啊，伊当时啊都是行这条路啊，直直过啊。我会记得迄当阵啊，你差不多才遮尔啊悬啊尔，啊，就知影讲啊，我的心愿啊，啊为着要诱惑我去代替恁二兄去考医生，结果啊想袂到你这个唔正高，阁好你考掉啊，啊。哎，阿姐嘛，我想要做医生，把这愿望啊已经达成啊。阁衰呢，就轮到你啊。你有你的愿望，想要做啥，做你去做，免有任何的顾虑。爸，啥物愿望？主席啊，天浩啊，主席啊，真正袂歹。我伫个电视上吼拢有看啦，好啊，对恁师傅落去做，吼。以后呢，你唔乃是咱业界医生阿囝，我拍算吼要甲你赶出去，做正人的医生阿囝，啊。
好啦，就是安尼啦，啊，行，咱即摆就来去买你上爱食迄个日本料理，吼。爸，我即摆食素啊。嘿嘿嘿，永永就煞袂记啊。有啊，今仔有一间素食馆做了袂歹，来买啊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听你的话，对师傅做主者。 真正的解脱，是在付出无所求的当下获得，也是在发露忏悔后真正释放。是啊，我做义诊，是在众缘中付出，而我在整形美容的病人身上看到众缘的烦恼，我应该用智慧将众缘。 化为智慧解脱的真上缘，叶医师，陈小姐，你看我敢穿洋装了，虽然还是有一点疤，不过我敢穿喽，好看吗？陈小姐，你今天真的很漂亮。叶医师，那还要谢谢你，当初你一直鼓励我，要我不要放弃自己，所以。 我真的要感谢你，我决定加入慈济当会员了。真的啊？那到时候我们都可以当你的基母。基母？什么是基母？啊，请坐。这是我们私底下自己方便讲的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带你进慈济的人一个带一个，好像母鸡带小鸡那样。所以我是给母，啊，你是给阿囝。给阿囝。 好可爱的讲法哦！那如果我加入慈济，有叶医师还有叶太太当我的继母，我想我应该会当一个很称职的嘎嘎。卢小姐，你乳房组织粘连的很严重。医生，我知道我不应该去别间医院了。你不是不应该去别间，是你根本不应该做。医生，好啦，我知道错了。 救救我啦！我这次真的怕了。以后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追求美也是一种贪。卢小姐，我可以处理你的粘连问题，但是我建议你不要再摧残自己的身体了。我的师父跟我说过。 人的身体就是小乾坤，大自然就是大乾坤。你要先学会好好跟你的小乾坤和平相处，才能让它稳定的运行下去。如果像你这样子，不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，还大肆破坏，这样你的身体就会像大自然一样，只要八八水灾一来，就会土石流，就会淹水。所以，卢小姐。 请你好好保养你的身体。你要记得多微笑，保持心情愉快，做好心灵环保。好啊。不要紧，不送了。好，再见，下班娘再见。你好，这位是人文真善美的林师姐，叶师兄。 上次在社区医疗时，我有访问过你。啊，是，师姐，请坐。叶师兄，上次访问时，我知道你和荣明伯伯吵架的事。那位荣明伯伯，我们已经找到了，他没有回大陆，还住在左营。我跟师姐谈过了，如果你真的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，心中有挂碍的话，就去跟荣明伯伯道个歉。 把冤结化解开来，叶师兄，如果你不反对的话，我就替你安排了，好吗？嗯，好。太好了。
上次我跟你提过的叶医师，他今天专程来和你道歉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来来，里面坐里面坐啊，哎，请请请，里边来，来，随便坐随便坐啊。好。哎，请坐请坐，地方太小了，来，随便坐，来，请坐请坐，哎。坐，来，北北啊，我前几年因为刺青跟你有点误会，今天特地来跟您说对不起的。哎呀，没事，这么久了我都忘记了。这是我们诊所的一点小心意，请您收下。这还如何？你们都参加刺激了。北北，我们现在一起共修。好。过去的事情全过去了，别往心里去了。北北，您还有没有回大陆？我免费帮你把刺青除掉。不用了，反正也不碍事嘛。大陆我回去好几趟了，只要穿个长袖衣裳站起来，也没人看到。再说现在社会变了，你愿意吃什么吃什么，你愿意吃到哪儿吃到哪儿，反正也没人管。说真的呀，这个玩意儿跟上我几十年了，我真把它去掉，我还真有点不甘心呢。是啊。李师姐。今天真的很谢谢您带我来见北北，我现在真的觉得如释重负。叶师兄，心要宽，心宽就有福喽，祝福你喽。感恩啊，师姐。林师姐，感恩，感恩，再见，拜拜。红雁，今天难得心情这么轻松。我们出去走一走好不好？好啊。现在就是有一种机器叫做高压氧呼吸机啦。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一台机器可以同时让二十几个人用。那它最大的功用就是在我们的血液进到机器以后，透过它的高压进到我们的身体。那它这个血进到我们的身体的时候，它就是新鲜的，是活的。那我们的患者，他原本病患的地方，他就可以让他的组织重新活化，这样子我们的病人就可以不用再截肢了。啊，所以您今麦病医用的拢是这种仪器哦？是啊，啊今麦的趋势都是安尼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啊那是有这方面的研习跟讲座，你都要赶紧报名参加呢，这袂当讲生笑的。啊，技术哦。进步到多位，你都要对付掉，知影无？我知啦。啊，我若有去参加演习，还是讲座吼，我回来一定甲你报告，互你同款会当 update， 我同款对着时代。有一个做医生的爸爸，真正足好诶。对了吧，今年过年我想要对你回去华联做志工，还是做义诊？哦，我感觉吼，过年有更新换新的意思，我安尼过年才真正有意义啊！安尼真好啦，这都是哦去做对的代志啊。
咱人一世人哦，拢爱去做对的代志，安尼才有意义啊。琐碎啊，啊，你敢知影我上心疼你的哦是啥物货？啊，你还未40岁哦，就会当去做有意义的代志啊。啊，我是到要60岁啊，才开始去做。这真正是哦，早觉悟就是早赚到的人生啦。啊，我即马只好用3倍速度去入啊。爸，你啊，不过吼，我已经真欢喜啊。啊，至少这世人吼已经觉悟啊。你个懵懵懂懂过一世人啊，安尼吼，我都已经真知足啊。啊对啦，伊拄则讲恁爸用迄仪器叫啥物名字啊？啊，迄机器吼叫做高压氧活血机啦。哦，我们也在尝试不同的运用方式。白袍，坚持，为病人做对的事情。坚持为病人做对的事情。爸，主要头以后一开始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就是要教我这句话：坚持为病人做对的事情。张先生啊，你的心肺功能不太好，你有抽烟啊？一天抽多少？2包太多了，你最好想办法赶快把烟戒掉。戒掉之后呢，就不会有痰，晚上睡觉就不容易喘了啊。医师，我们要去王诊了。哦，好。师兄，麻烦你。叶医师啊，等一下。啊，师姐啊，我那个地方有几个医药包，麻烦你去帮我拿一下。嗯，好。叶医师啊，你待会去王诊的时候，如果有民众需要医药包，就发给他们；如果不够的话呢，再回来拿。啊，哦，对了，待会有位曾先生要特别注意他的脚，因为他有糖尿病啊。再麻烦你了。来，请坐。哪里不舒服啊？我们
们先从饮食哦来控制啦。啊，太油的都不要吃。好。啊。天浩，你都要好好加油。以后都要靠你自己啊。做一个医生哦，都一定要有良知、良能，替咱业界做功德，好好做一个救世好医生，知无？我要记得那个肉太油了。你在看什么？没啦。走啊。洪医师对我来说，一直是亦师亦友的学习对象，在慈济的路上陪伴着我，教导着我。他的三倍数做慈济的大愿，我将会尽我所能，追随他的脚步。请上车吧。洪燕曾经问过我，从洪医师身上看到了什么？我说我看到了一个勇猛精进、照亮贫病的大医往生。之后长了这么多花，我都没注意到。你现在才知道，你的脑袋里每天除了工作就是义诊，什么都没注意到。有人在拍婚纱。年轻真好，我们也年轻过啊。可是我没有浪漫过。记得刚跟你约会的时候啊，你就像木头人一样，每次都在那一动也不动，就像你现在这样。你也没有送过我花。也没有甜言蜜语。你功课虽然好啊，但是你的恋爱学分不及格。记得我们第二次约会的时候，就把你的身份证给我看，要证明你的配偶栏是空白的，没有欺骗我的感情。你真的很呆耶。不会的啦，我给你看身份证是想要让你赶快了解我，不是要给你看配偶栏。更何况现在配偶栏已经写了陈鸿燕三个字了。天浩，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，诊所赚钱以后，我每年都要住国度蜜月吗？记得啊，只是现在都没有时间了，因为慈济这……我知道，诺言我都有放在心里哦。我们现在也是每年出国啊，不过不是去度蜜月，而是去义诊。红燕，你会不会觉得委屈？有什么好委屈的？我觉得我们夫妻俩可以一起做慈济，一起穿着慈济的制服，这比穿着白纱去度蜜月还来得幸福快乐。
杨浩，你说我们到了洪医师那个年纪，我们要做什么？还是一样做慈济啊。我是想说，等小孩上大学，我们就回到花莲开诊所。没事的时候呢，可以在当地医院帮忙；假日的时候，还可以去规划在偏远部落做义诊。我小孩都还小，我看还要等个十年吧。十年？那时候我们都老了，哪有力气爬山啊？我不怕老，只要我们有心，仁义会又持续有心血加入，一定可以完成梦想。天浩和我都为了家庭婚姻而共同努力着，但彼此因为个性理念的差异而争执不断。加入慈济后，我们找到相同的重心，而让夫妻相处变得容易简单起来。我要感恩天浩能和我同心共修，继续走下半辈子的慈济路。唱到天明，生命的过程一如幻影，其实平凡就是安宁。